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奇。官方在近期公布了最新的 PDP 资料，内容可以说是五味杂陈，有惊喜的地方，也有悲伤的地方。虽然这应该是版本之间的小更新，但我还是打算做个影片来介绍一下。因为进 PDP 测试后，意外发现不少有趣的地方，而且毕竟这是枯魔历史性的一刻，我一定要记录到最后的。那就事不宜迟，赶快来介绍。首先一定要先讲的，枯魔平衡性调整。碰撞判定改动，并且再也无法贴着模组进行左右冲刺，也就是玩家俗称的 Hurtag 技巧，确定再也无法使用。Hurtag 从很久以前就有在官方回应中提到，他们也会说视这个问题为一种 bug 进行修改。其实我们枯魔玩家都有心理准备，但确定这样的事实来临后，对我还是造成了不小的冲击。在测试期间，我的内心其实是有点复杂的，我既惊讶又有点小难过。我惊讶于官方居然能把枯魔这只角色给做得如此完整。整个游玩下来，碰撞判定相当扎实，以往没有碰撞判定的模组皆都能正确碰撞，并且游玩下来是相当顺畅的，该碰撞就碰撞，不该碰撞的地方也都能顺畅通过，完完全全把枯魔这角色好好的呈现出来。这就是普罗大众心目中的枯魔，通过正确撞击地图上的物件来进攻逃生者，这就是枯魔没错。而让我难过的是 Hurtag Trading 已死，以往能做到的操作通通打枪，各种平面 Hurtag、 月球漫步、滑着小屋墙壁、滑着车子模组等等，通通做不到。我制定测试了一个小时，只有成功 Hurtag 一次，应该是官方不小心漏掉了。然而成功的当下，我真的有够感动，即使实用性完全没有，但这意义非凡。快看啊， Hurtag 它还是有小小的保存下来的，毕竟那是两年下来的练习记录，一瞬间就不见了，还是有点感伤的。相信在两年后，大家都已经成长成基础装大师，和这枯魔也会就此被世人淡忘吧。哇，主播，这是什么操作啊？孩子坐下，我跟你讲一个悲壮的故事。来个总结，官方在这次的城市码真的写得很完善，碰撞判定很扎实且非常直觉。毕竟 Hurtag 会被发明，就是因为枯魔的碰撞判定太不稳定，时而碰撞，时而滑开，这个技巧才会被发明出来，并且广泛使用，这让枯魔的操作性得以提升。枯魔也因此技巧收获了不少玩家，而这次的改动确定让各大枯魔玩家都只能使用基础撞。当然啦，也有可能会有新的技巧出现，但是能够像现在这么辉煌，估计是有难度了。哎，官方最后还是垂下了审判们的木锤，宣告了枯魔的走向。能各种秀操作的枯魔确定死去，未来只剩下基础状弹珠台枯魔。看来美梦只能做到这，是时候该醒来了吗？再来双胞胎改动，各位观众，史诗级不，传说级加强。PDP 双胞胎改动强到已经到幻神等级，国外有些实况主甚至评价为比肩护士的等级。我个人测下来是真的是全新幻神，并且某些情况下会比护士更加棘手，传说级加强当之无愧。这也让这次的更新国外一致负评，基本上确定会再做修改，但究竟有多做坏，让我们来看看。双胞胎召唤维克多，切换维克多，并且切换回夏洛特的时间都加强，玩起来手感很好。双胞胎扑击蓄力时间缩短，并且碰撞判定体感上有变好，可以更好操作了。再来，双胞胎现在扑击满血人类造成伤害后，不再抓住逃生者，会原地插刀，并且插刀期间人类无法踢维克多。如果是维克多扑击失败，仍然可以踢回家，但是扑击成功的话，人类将没有任何反制手段，这一点挺做坏的。人类可以透过维克多身上的气场来判断是否可以攻击他，白色无敌，红色可以踢。维克多如果扑击半血逃生者，则会直接抓住该逃生者持续一段时间，这段期间维克多可以被其他队友攻击，被维克多抓住的逃生者则是无法透过任何方式起身的，包括老人头、大心脏等等手段，只有移除维克多才能成功站起。如果维克多成功抓住一名逃生者，或是关注躲在柜子中的人，都会使夏洛特获得 10% 移动速度提升，效果直到维克多解除或是夏洛特攻击命中逃生者。这样机制会让夏洛特的机动性提升，姐姐再也不是白板啦，姐弟联系奇力断机呢。维克多现在可以放置在钩子附近，并且也可以轻松切换回来，但是不管是夏洛特还是维克多，在钩子附近16米内进行切换的话，都会吃到手势惩罚，切换后有一段时间无法自由行动，算是跟起点一样有简单的手势惩罚系统。最后维克多现在可以随时被召回，包括抓住逃生者时也行，并且维克多自身现在带有摇篮曲音效的机制，该效果可以被可视化心跳给侦测到，这项机制就是让逃生者可以提早防范。我自己测了一下，他在呀呀呀呀呀叫的范围就是他的摇篮曲，并且维克多只有摇篮曲没有心跳，偷袭能力还是很强，嘎嘎乱抓。
那来个总结，很明显可以看得出来，双胞胎稳稳做坏了。现在地理对付人类放倒能力极强，打单体、打多伤都相当好用。人类很难有反制的手段，基本上只能依靠柜子来堵姐姐位置来不及，或是板子堵一下能不能盖到维克多。如果是在空地或是强度较弱的板区，基本上是没有反制手段的，杀手不失误就是必倒，强度相当凶狠。在这样的机体下，双胞胎各项数值也是加强的很膨胀。弟弟本身移速高，蓄力快，扑击冷却时间短，遇见人类10秒内就放倒，绝对是绰绰有余。这很明显是在数值上调整做坏了，官方应该会优先动刀这一块，不管是插刀时间还是落空后的惩罚时间都是。虽然弟弟现在被踢会有更长的冷却要等，但相较于比较熟练的玩家，这根本没差，只要玩得够熟，很难扑空好吗？我个人是挺喜欢这次官方提供的机制，让姐弟俩都有一定的强度，而不是跟之前一样弟弟被绑架，姐姐白板鬼。但是看起来打磨的不是很够，还有很多地方需要调整，静待官方之后如何改动。现在 PDB 就是幻神一样的存在了，人类根本留不了一点，五台四杀绰绰有余。如果有人觉得双胞胎改动真的还好的话，那就让他上正式服，以后就只会有护士和双胞胎两大幻神，我跟你说，枯魔怨灵都追不上半点的那种。那以上就是官方比较重大的两大更新，官方还有调整一些技能。人类方面，打头重返荣耀，打头时间改为晕眩5秒，并且打击成功的话，人类会有攻击杀手的动画。动画看起来有点随便，并且整体很不流畅，但我觉得没有很影响体验。5秒晕眩现在是真的能带来用用了。那当然，中局无法使用，以及下钩后任何互动还是会移出打头的，请注意。顺带一提，所有打头动画只有异形是特别的，并且可以看到人类完整的动画，还得是我们异形女王啊。肾上腺素俗称大心脏，现在触发后，如果逃生者在钩上，则该技能直接失效，并且不会解除弗莱迪的梦境的。简单讲就是不会下钩，直接补满血，算是让中局作战加强一点点，不伤大雅的改动。杀手方终极武器，现在终极武器改成开柜后持续时间只有15秒。技能触发期间，如果人类进入杀手的恐惧范围内，会显示气场3秒，并且赋予盲目效果30秒。不会惊叫终端动作并爆位了，然后冷却时间改长，需要冷却更久了。这样改动后还是可以带来用用，但是会需要杀手方更专注去注意场上。毕竟显示气场是不会给提示的，3秒内没发现就没有了。虽然可以利用致命追逐延长2秒，但是由于不会提示，没有注意到的情况还是有的。机械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，有没有提示真的差距非常大，属于能带但是效果还是要配合，或是杀手要斟酌一下技能。然后现在扭曲的性价比大幅提升，终极武器、骑士角、 BBQ、 异形本能各大气场挡好挡满，安抚森林骨架暴跌，现在只能防面对黑暗和恐惧传染，医生不再中枪，皆大欢喜吗？那再来还有一些比较琐碎的改动，我就大概分享一下。蓝普金间地图改动，地图规模缩小，并且没用的房子砍光光，街道和花园等地形微调，各房屋都有微调，增加机动性和方便性，大屋各种挖洞，现在比较好通行了。蓝普金街不会那么人图了，至少不会让某些杀手进入这张图就可以直接认输，可玩性上升了一点，并且地图太大、房子太强等问题也有得到修正，很不错的改动。游戏玩法调整，人类方救人后无法手动中断，救了就会一路直接救下来，算是防止人类玩弄钩上人类用的。杀手方踹击破坏效果提早出现，动画结束后马上就有效果，玩起来流畅很多。最后是这次的 BTP 最大惊喜，游戏引擎提升以及商店大改，商店现在会提供每周礼物可以领取，并且界面大改吸引买气，然后现在可以提供各种试穿造型，还能直接穿着衣服观看斩杀动画。最赞的就是这个斩杀预览，可以很好的观看身上衣服细节以及整体动画如何，算是这次改动比较一致好评的地方。逛商店现在逛起来很爽，切换穿着的部分也很流畅，绝对会帮助提升买气的。那以上就是 PDB 的改动内容，算是比较小的改动，但是官方做了不少努力，这背后的工程量不输季中更新的，我相信想当然也是出了不少 bug， 毕竟这么大的工作量肯定会出包的。之后的片段我就放上一些 PDB 我遇到的有趣片段，欢迎大家看到最后，也辛苦官方啦。那影片到这边，有问题欢迎留言，有错误也欢迎纠正，一切改动都以正式服上架为准。那我们下次见，啵啵啵啵啵。哎，这个还是可以滑哎，这个应该是可以滑的哦，这应该是
真的吗？你看这个敲下去，他没有判定，这是全地图唯一一个可以滑的东西了。哦，好感动哦！我的天哪，你没有看到吗？你没有看到吗？整塌了，就只有他被留下来，好感动哦！我的天哪，那是我两年的波纹哎。那是我那两年来唯一的精华了。哦，好多人，好多人，哦，好多人，好多人，多人乱斗啊！哇，难吃一！哇，哦，原来是这样吗？斩了斩了斩了，再试一下再试一下。有点多了，有点多了啊啊啊啊！换一个，换一个，换一个！哇 ，Nice！That's what I'm talking about. Nice！ 再点一下，再点一下。Nice. OK OK， 接下来我们要玩一点不一样的，我们来看一下到底哪只杀手可以完美的看到月里的屁股。那自己按好了。OK， 这个角度不错，漂亮。玩具熊，欸，不是玩具熊，玩皮熊干得好啊！玩皮熊，漂亮的玩皮熊。来，定家叽叽叫。我不能动哎，欸，我按任何按键没有用哎，欸，这是什么？哎，很可怕，很可怕，很可怕哎，欸！哇，我按任何键没办法取消哎，欸，这看起来很可怕哎，欸！啊啊，他把我抬起来了，为什么？啊？什么？我可以玩？这什么游戏？我可以攻击吗？我可以攻击耶，怎么了？新游戏，新游戏，好玩，好玩。可是我不能控视角，我的视角就卡在阿德身上了。好玩，好玩，这什么新游戏？啊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要把阿德抱到一个好位置，我把阿德抱到一个好位置，我就可以看我整区了。这就这也好，不要太外边，我怕我掉出去。哎，这位置有点烂啊！哦，好了好了，还行。哈哈哈哈什么东西？我还可以，我可以大点。哇，阿德叫了。我笑得肚子好痛哦，这游戏怎么这么好玩？可以处决吗？我不知道怎么处决。我笑得肚子好痛哦，这游戏怎么这么好玩？
可是我不能转身啊！哎呀，我觉得最好像是我可以大便。为什么可以大便？我可以再抱另外一个、啊。哦，我的肚子好痛哦，我受不了了。哎、欸，摔下来了，摔下来了。你们看这的，你们看这的，你们看这的，我可以电他啊啊！我再抱一只，我再抱一只，这应该还蛮多只可以抱的。啊，没有了吗？没有了吗？怎么可能？我可以叫他电吗？这到底是什么异空间啊？我到底是被传送到哪里啦、啊？哇，没得玩了吗？我找不到我人了，我找不到我人了。哇，没得玩了吗？我要重开了吗？啊，感觉没玩过耶，感觉还有很多东西可以再推敲一下哎。我现在控制没有反应了。哇，好吧，好像玩到这了，坏掉了，完全不能动了。好，玩游戏结束了。哎、欸，看这好好玩哦，我第一次玩 DVD 这么开心呢。哇，这就是为什么大家都喜欢玩 DVD 吗？我懂了，我懂了。哇，没了，好吧，重开吧。哇 ，ES 系列没有用。打手有的那些按键我都按了。好吧，重开吧，重开吧。嗯。